谁与争锋，就让本派的刀宗和剑宗一起来一决高下，争夺主角之位。是剑宗先声夺人，绝招后宫，问世间的少子名上妖风，还是刀宗武力更强？我在拳的套路就是令我，我的生命就该完整度过。谁又能主演这场戏？是谁在凌波微步？请看脸。哎呀哎呀、我的腿。这伪装太好了，太浮夸了。我是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蜜谷果汁茶，喝出线条水果茶味。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哔哩哔哩，上 B 站边玩边学，学习使你快乐。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待会儿见。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杜小满金融冠名播出的夏日少年派，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马上下载立享低息。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成为一名大侠，一个叱咤江湖行侠仗义的大侠。但是当我也准备模仿白眉大侠的时候，我发现我头发都还没白。后来我准备模仿神雕大侠，结果我发现雕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来我为自己打造了一把独门神器，键盘。于是我成为了键盘侠。进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我拥有这样一个神器之后，我成为了小说家。在小说的世界里面，我可以说是手起刀落，横扫江湖。于是我创立了与峨眉、少林、武当齐头并进的第四大门派——夏日少年派。在我的小说当中有非常多优秀的少年，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这本小说到底谁是主角。那今天就让本派的刀宗和剑宗一起来一决高下，争夺主角之位。首先要上场的是刀宗大侠们。刀宗厉害了，那接下来有请剑宗的大侠们出场。在下剑宗大侠萧十二郎。在下杨不过。在下菜鸟先飞。在下张有忌。
剑宗。爱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爱了一生，说爱一生，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爱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快乐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欢迎大家来到由杜小满金融冠名播出的夏日少年派，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金融助力小生意人，资金周转不愁，夏日惊喜不断，这个夏天让你的生意自成一派。好，我想问一下刀总，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出场音乐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们也很好奇呀，感觉非常不合理呀，非常不合理呀。是因为刀总的弟子又称刀郎。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剑宗这边的掌门人就是李剑。你们这麦子就是因为这个风吹麦浪吗？你们连武器都不带，你们的剑呢？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为了来参加我们的武林大会，路上的盘缠用的太多了，没有盘缠了，所以你们就拿麦子来凑数是吧？这样吧，我还是把我们的武器稍微周转一下哈，我们来下载一下我们这个杜小满金融 APP， 点进去，然后我们靠它进货来买装备、开镖局、压镖的同时还能闯荡江湖，而且利息超级低，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就解决我们盘缠的问题啦。对对对，好主意，果然资金周转有问题，还得找杜小满。哦，真的没有想到一开场的植入就这么的顺滑自然，简直植入到我心里去了。是的。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是一个小说家，我准备要写一个很优秀的主角，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心中有没有特别经典的武侠形象是让你们就是很喜欢很熟悉的？那肯定是哪个？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啊。你的父亲杨康是个卖国贼。我说谁没事会提到人物还模仿？我再来一个裘千尺，就是那个兔崽。我都是喜欢这种角色很怪异的那种。这一趴就由你一个人负责了吧。好，现在呢马上要开始我们本次的武林大会了，每一个回合获胜的队伍会积一分，最后积分比较高的队伍会得到一个非常棒的奖励盲盒。我们马上呢就要准备我们开始第一技术暂停。怎么了吗？谁的麦？静腾的麦。 OK， 没事，我们去调整一下。来，谢谢。好，来，所以我就走了是吗？慢点走，不要。好像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技术暂停。对，有一些。对。怎么静腾的麦这么难吗？不，先不等他是吗？我们这样，我们先录那个开盒，先不等静腾。现在来开启我们今天第一个盲盒。听说这个盲盒是我们武侠圈里面曾经红极一时的经典款。在这里面一定会找到你牵肠挂肚想念的那个人。准备好了吗？请开盒，夏日少年派，惊喜你来开。杜小满金融为您开启惊喜时刻。谁在那儿？是谁看？哎，这不就是小十二郎吗？我就知道，还在那技术暂停啊！哦，原来他不是有麦的问题，他就是那个盲盒本盒。啊，
我是可以说话是不是？你可以说话。不是一开门就要唱歌吗？你以为你是表演对不对？啊，不是吗？不是，你是下面这个盲盒的游戏的出题人啊。有这种事？好，那现在呢是考验谁是武林英雄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你们将会听到一段武侠金曲串烧，两队队员需一边听一边写下对应的歌名及剧名，每个歌名剧名各对应一分，歌曲结束即答题结束，最后得分最高的队获胜。友情提示，答题时记得标序号，错漏一个就会全盘皆输。张震元写这些 OK 的，他刚跟我说反正我都刚填完答题卡，呵呵，刚参加完考试。这个挨得这么近会不会被偷看啊？我们谁稀罕呀、啊？有本事不看哦。这么有自信谁稀罕？我看你就想看我们的。我不会看的，我不会看的。动感光波笨蛋。那么做好准备了吗？分工分清楚了吗？ Yes。 好，表演开始。苍天下纷纷世上朝，谁负谁身处天之下。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呀，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酒尽凡事别放心头。相遇把我留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唯有默默疼你回心转意。抛弃山最高，或者另要高处比天高，在世间只有山比此山更高。待我心时间始终美好，用心落落雨给人你采摘，留住刹那永远为你开。神雕侠侣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你密码大树，大树叫大树，这首歌叫大树歌。我一次次离别，我承认曾幻想过勇敢，可是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凡事越灵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天亮，天之上，天若悲，天亦朗，英雄情岁月少，人去了，我忘了。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妖峰，成功威风，哪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来生难料，爱一笔勾销，醉酒当歌，我只要开心到老。Yeah， woo， 咖喱之外，咖喱气势，只是世界对转，以世界限时，咖喱方式。陈老师唱的那个歌，陈老师唱的歌。只要你敢经过，打死！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嘿。一起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谁与我生死与共？耶、yeah！ 谢谢萧敬腾，掌声给我们的时代少年团宋亚轩。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边的答案，那边我还没看，我看了这边的答案，可以说是，还可以。而且他们我们在写的时候一直隔墙有耳，有只耳朵都贴到我嘴边了。谁呀、啊、这么烦人？这首歌叫做大树，大树，大树，大树叫大树。这首歌叫大树。他写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幸亏把他这样对着放了，我真的是还好，这些眼睛真的是防不住。我现在过去看一眼，因为我从我这边只看到你们表情的话，你们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你们看看吧，反正都写了一堆。游乐王子，你好厉害。谁？你管谁叫游乐娃子 ？OK， 我觉得不管什么计分方式，我先单方面宣布你们赢了吧。就直接宣布了，也就别记了，好吧？好，这样我们还是把它摆开了，好吧？来，辛苦大家，我们一起来搬一下，把它朝向观众。好，下面我们有请两位判卷老师萧敬腾和宋亚轩。那我来打分呗，我就打。你判这边是不是？我判这边，因为好 ，OK， 这样公平一点。对，公平。然后轩轩判这边，好不好？好，你们拿个红笔啊。好，来。好，来。好，朋友们，现在萧敬腾判卷之后，他根本没有听答案，直接打了个零分。也是，毕竟他是我们这队的嘛。好，剥夺他判这边卷子的资格，你判你自己的。我们裁判被剥夺资格了。轩轩判这边，好，听好啊，第一题。歌曲《沧海一声笑》，剧名《笑傲江湖》，哎，爽不爽？爽不爽？你以前有给别人判过卷吗？没有，是不是？对啊，第一次是不是？什么样的感觉？爽不爽？感觉挺爽的，我还想打个零分呢。
第二题，爱江山更爱美人。叮咚叮咚。哇，这把叉打得带情绪哇。剧名《倚天屠龙记》，这太强了、啊。我就觉得是《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我们有迪哥就赢了。接下来，《六月的雨》。对了，剧名《仙剑奇侠传》。厉害。世间始终你好，剧名《射雕英雄传》。完全正确，目前100分。第五题，《归去来》。啊，归去。归来去，谁写的？我写的，能写出归来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吧？哇！归来去，归来去，是吗？我厉不厉害？我厉不厉害？我厉不厉害？不对，不对，不对，归去来和归来去，你不觉得归来去？归来去了，归去来了，归来去有口音了。好，这不能对啊，错。这个剧叫做《神雕侠侣》。对，我们这是一个打两道题。不是把这个字移了下来？我们懒得写了。少来，你那个雕从上面掉下来了。第六题，歌曲名《年轮》，答对。剧名是《花千骨》。哎呀，没写出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是爱的供养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七题，《快乐至上》。哇哦！剧名《绝代双骄》。哇，迪哥，你真的是个 bug。林志颖唱的，很棒。好，第八题，剧名《山河令》。哎，对嘞，《山河令》对了。歌名《天问》。花知晓是谁写的？花知晓是谁写的？花知晓是什么？我真不知道是什么。花知晓是什么歌？你还很笃定？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要说出来。花天涯，天之上。啊，我知道，我知道。第九题，剧名是《东成西就》。歌名谁是大英雄，少了一个谁。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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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我刚刚一直在跟小丁说谁是大英雄，他说我是。会不会是谁是大英雄啊？这个是大英雄啊。谁是呢？我呀。不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歌名。不是大英雄，是谁是大英雄啊。第十题是《笑红尘》，剧名是《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第十一题《叱咤红人》。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叱咤红人。第十一题又没写对。十一题的剧是《鹿鼎记》。鹿鼎记对了。第十二题叫《好久不见》。我们写了前面几个字，好久不见。这回知道看歌词了，嘿。兄弟，你往后看呐、啊！我们好久不见，不见呐、啊！在下半句啊！你往后看呐、啊！好久不见啊！剧叫做《武林外传》。武林外传厉害！哇，武林外传！武林外传对了啊！最后一题，《刀剑如梦》。哇！剧是《倚天屠龙记》，这边。哇，好厉害！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迪哥啥都知道。你看我小时候没干别的，就看电视了。啊，这样吧，就不统细分了。我宣布剑宗队大面积获胜，获得这一轮的第一个积分，祝贺。你以为就这样一个经典盲盒就结束了吗？事实上，今天除了敬腾，我们台上还有一个人准备了一个大秀。谁呀？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来自刀宗队的小蛙哥钟汉良。哇！难怪，难怪要唱这么多首歌。好，我们还要猜啊？哎，当然，肯定还要猜啊。还有一个，都是什么歌？说什么呢？先到关键区入座。是谁？可以谢你，可以谢你，可以谢你，走走走走走走。刚才呢，小蛙抓紧时间
跟小敏弟弟还有康康耳语，估计要把歌名跟你们讲了，没有一句话都没说。然后这个时候呢，静腾过去一把薅住小王，不能聊天。请各位注意啊，因为我刚才瞄了一下题目，就是跟你们想的角度都不一样，涉及到作品、表演者、舞台、动作，甚至包括人的个性。人的个性，一个节目还能看出他们的个性？每个人的动作都有个性啊，每个人的唱法都有个性啊，对不对？天哪！会不会是有男孩和女孩？刚何老师说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不过你可以记啊，你就记吧，有看到什么就什么。我已经做好全部准备了。二十九是什么？因为上一次他们29个人。好，准备，话不多说，开始表演。强啊强啊，来，掌声给我们的钟汉良和我们的时代少年团刘耀文，也谢谢我们最棒的 All Dark 少年团，谢谢。好，现在我要出题了，来，第一题送分题。在刚才的表演当中，一共包含了几段
不同的音乐。都是什么歌？四首歌。Nice。周杰伦的那个霍元甲，有一个那个红颜，还有他们的歌，有一个剑雨江湖，还有什么？还有，哎，掌握十八掌什么的？是吗？小蛙还这种比啊？好，来，请亮题板。都说是四段，对不对？是这样的，鉴于两队都答错了，那就是五。我再给你们一个修正的机会。这是他自己要唱四段，但刘耀文自己也有啊，间奏也算。对，对，对对对对对。最后五秒，五。五个够不够？五个够不够？四五八三五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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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好，好，五跟六，这中间有一个正确答案，五。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这里面包含几段不同的音乐，除了他们演唱的四首歌，另外还有两段间奏，所以答案是六。哇，牛！回啊！回啊！首先是红颜，建筑就位。接下来是凌波微步的间奏。然后是剑雨江湖，接下来是降龙十八掌的间奏，然后是天下之风，最后是霍元甲。所以一定要听清楚我的题目好不好，这里面有很多陷阱，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给你们打手势，所以我们把间奏也算进去了。这送什么分啊？第二题，首先要请那个文文，你站在那个小蛙哥面前控制他，不准他打手势，帮我控制住他啊，不准他打手势，但是很有可能他自己都不记不知道。我很好控制，肯定你很控制。第二题。请问在刚才的大秀当中，小蛙哥钟汉良一共抱了几次拳？来，不要说不要说，确定吗？这么点吗？抱了好多次。哎，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五，我觉得起码四五次吧，两次，三，上我的，二，一，请亮题板，两次，五次，这里面有一个正确答案，绝对是我正确，真的吗？因为不可能五次，没有这么多，肯定是五次了，这肯定是夸张的多，是夸张的多。小哥，没有这么多次，没有五次，但我也不确定几次，是不是？应该是。两到三，两到三，正确答案是两次。哦，那个是专门设计的还是随机的？那是设计的，因为我看刘耀文一直在抱拳，然后这边都得不到一个回应，我还在给宋亚轩说，我说哇，他们俩排的太不整齐了。哇，超不整齐的！你以为小蛙哥没礼貌？对，没礼貌。下面一题非常偏，请问在刚才这个秀当中，一共有多少位女侠？阿姨，哇，八个。阿姨。你写吗？我写。女生啊，有多少位女侠？我不敢相信，我们这边真的数过，
我们数过。你们仨写没写、啊？我们数过，数了吗？啊、嗯，很有自信，对不对？对对对。好，来，三、二、一，请亮题板。这边剑宗说是九位，刀宗说是八位。我们数过。数过是不是？我们数过，数过就是八个，对不对？对，一个不少。你们也是数了吗？对呀、啊，我数了，我数了。嗯、那这样好了，我们再一次请出我们的 Old Dog 少年团。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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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我数了八个女的。好，那边长辫子的从这边数是九位，这边短头发我看有长得很帅气，但也有很漂亮的样子，会不会有可能是女生呢？下面女同学女侠请举手。整整齐齐九位，恭喜剑宗，厉害厉害。我们数过，数过就是八个，对不对？对，很有自信，对不对？对对对，厉害厉害。数过。刀宗，如果你们拿到最后一题的话，至少是扯平；如果还是没对的话，就没办法了。下面一题非常非常非常偏，请问在我们文文 solo 的时候，他身后有一个人变了队形且动作不一样，请找出这个人，请找出这个人。哇，太难了。有一个人变了队形，妈耶！这个谁能看到？动作不一样。猜一个吧，猜一个。这么难吗？这一题，允许你们走近一点，上来找。直接问呗。好。直接问呗。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啊？就你的眼神，这位老师一直用一种笑眯眯的眼神看着。要诚实哦，诚实给糖吃哦。你们有他，有专门有一个人跟他动作不一样，是不是？你知道是谁不？我再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哦，可能是女生。是你是不是？是谁呀、啊？那个人的多闪我的眼神。他们说是女侠，是女侠，女侠，女侠。来吧，哥。他好，你选他是吗？好。到底这里面有没有正确答案呢？跳得不一样的这位同学向前一步，都不对，给好，都不对，好，都不对。那很遗憾，这分谁都不能拿，谁都不能拿。下面真正跳得不一样的这位同学上前一步。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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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他骗了。这个弟弟，我刚问你来着。他完全看都没看我们一眼。他刚看我，然后我。
你是跟怎么跟大家不一样的，说一说或者表演一下。我跟大家跳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往前跳的，然而我的方向是往这边的，所以说我动作都是反的。好，谢谢你，谢谢星辰，谢谢。好，这一题都不能够得分，那么最后祝贺建宗队拿下了这一分。哎呀，你看我们大家这个正确率真的是可以到 B 站去答题了，因为现在下载哔哩哔哩 APP 可以搜索我要答题，只要答对一题就可以领现金红包，最高可以得到2233元哦。哎，等一等，导演，给我5分钟，我要去 B 站先答个题。谁还没去 B 站答个题啊？能不能录完再去啊？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又会开出什么样的盲盒挑战呢？看我们揭晓下面的盲盒。时光电视台，时光电视台，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电视台，我是主持人九佳佳，我是刘刘球。今天时光电视台的主要内容是各路英雄前来参加武侠英雄榜大会，榜单争夺战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九佳佳，你快带我认识认识今天参赛的英雄吧。好的，让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周博通，看看都有哪些英雄莅临了会场。喂，博通，博通，博通了吗？博通，哎，博通，哎。拨通，哎，钟佳佳你好，拨通了，大家好，拨通了，对，我就是拨通，你拨通了，拨通，我就是周拨通，开心开心，我现在就在英雄大会的现场，现场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好的，那大家跟我的镜头，我们一起来随机采访几个英雄。哦，是乔峰，乔大侠的出场很帅呀、啊。哇，帅哥，好厉害好厉害。那乔大侠问你一下，你对这次我们英雄榜的争霸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得第几名？我老顽童喜欢搞笑，再来一次，再得一次。好，我觉得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武会友，多认识认识朋友。好，说得好。俗话说得好，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一生一起走，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两个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清官难断家务。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什么？这是什么？你看到我爸爸了吗？你爸爸？我的样貌身材，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我是你老子。所以乔大侠，你整部《天龙八部》一直在你找你的爸爸，是不是？啊，乔大侠对这一次的比赛非常的满意，连着比了3天3夜。我们还是让乔大侠赶快休息休息，来看一下下一位英雄。咦，至尊宝来了，我们来采访一下至尊宝。至尊宝，请问一下，这次比赛里面用的是什么绝招？风沙迷眼。风沙迷眼，这招是用来迷惑对手的吗？不是，让你的眼里融不进沙子，却能融得进我。至尊宝说的明明是土话呀，他可是土味情话的祖师爷。好的，土味听多了，咱们还是来换换口味，来看一下温文尔雅的四大才子。四大才子，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里可是比武大会，你们都是些文人，你们怎么比啊？我们啊，是这次武侠英雄大赛的餐饮赞助商，给大家带来烤鸡翅。红烧翅膀我喜欢吃。咱们作为文人，手有缚鸡之力，那就给各位英雄作诗一首，给予鼓励吧。嗯，堂兄说的是啊，先请堂兄打个样吧。武林大赛不一般，不仅比武还包餐，饿了就喊祝枝山，才子鸡翅配免单。武侠英雄大赛前方报道就在这里了。好的，博通，
看来前方几位英雄吃的的确不错，状态很好，希望在拳脚的比拼上他们也能打出状态，打出精神，打出成绩，打包鸡翅。溜溜球你就知道吃，你应该叫流口水。好了，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了我们参赛的英雄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激烈的比赛现场。我们看到郭靖郭大侠单挑十八铜人，这场比赛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激烈。是的，目前我们两组选手还在热身，大家看到的不是循环画面。把你个一帆风顺，二虎把门，三阳看看，四季为春，五福临门，六路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把你个十全十美。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郭靖，他胜在了精湛的客气上，举拳难打笑脸人，谁又能抵挡得住吉祥话呢？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各位英雄，切磋动手不动口，比武就好好比武，不要拜年。那么这次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先来看下一组选手。各位观众，我们此刻转播的是兵刃组的比赛，即将要进行对决的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和绝世好剑步惊云。我们看到双方目前的比拼呢相当的焦灼，虽然都没有近身，但是能看到两个人都死死盯住了自己的目标。漂亮，这一刀捞起了差点错过的水蜜桃，刺激，这剑割开了掉出屏幕的大西瓜。李寻欢双刀飞舞，步惊云步伐惊人。好的，我们看到胜负已经分出来了，获胜的是步惊云。怎么回事？明明是李寻欢先切完的呀。你有没有注意到李寻欢说了一声夜吗？他先切完了，说话还不行了？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那句话吗？先说出口的人就已经输了。就这么输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武侠英雄榜的全部内容了，几家欢喜几家意外欢喜，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是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时光电视台，我是囧佳佳，我是溜溜球，我们下期见。好的，从刚才的比拼当中呢已经看出各位少侠呢功力非凡，那么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呢，接下来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夺门绝技，是不是也非常期待我们下面的全新盲盒呢？夏日少年派惊喜你来开，请开盒。你心中的最佳主角是什么样子的？是天真烂漫的女孩，是向阳而生的少年，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是难凉热血的大侠？我要锄强扶弱，我要名留青史。你是否梦想过成为最佳主角？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你是否有胆量来一场结局难料的演技较量？你来，我等着。人生无处不是戏。你过来啊！欢迎来到，是谁主演这一场戏？刀宗剑宗双方站在帘子两侧，轮流作为表演方与猜测方。小布。表演方中选出一人为真实体验者，其他人则通过演技混淆视听。猜测方需找出谁是真实体验者。你看吗？杨迪，恭喜你们避开了正确答案。猜测正确次数多的队伍获胜。哇，比武大会。好，是谁主演这场戏？首先把帘子拉上。妈呀，电动的，天哪！哇，这个也是高级啊！你们的提示，是谁中了毒？什么毒啊？杨迪，哎，你觉得什么东西吃了会像中毒的感觉？吃了会像中毒一样啊，就晕晕乎乎的。绿色的东西。什么？绿色的东西。芥末。再深一点。是螺蛳粉的青团。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推销这个，然后吃着吃着就哕了。哦，那个黑蒜。黑蒜。哦，对对对对对。
请问是谁吃了一颗黑蒜？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来，准备开始吃。所以我们要同一个表情。我说三二一就开始了。我们要很痛苦还是？眼中毒。二一，请开连。看出来了，我觉得是王冕哥。我觉得丁丁，他一看就是演的。冕哥脸红了哎，而且他眼睛有泪水。所以你们最后确认的是王冕吧？王冕，好，王冕眼泪都出来了。好，王冕，我们到他胃里去看。来，杨迪走到这儿，对着我嘴哈。对，但是不能保证王冕本人有一些。来。来吧，就是王冕，好臭！你走出来，根本是、你好坏、你吃的不只有黑蒜吧？回答错误，正确答案就是小蛙哥。哦，有发霉的味道，对对，就是发酵的味道，跟你那个味道不一样。好，下一题，请何莲。这题必对，好吧？我们要表演了，是吧？上道具。这啥呀？哇，这个是啥？是谁在这个装置上被转了十圈？准备喽！真人嘛，真人不怕晕。哦，这个不怕晕，看眼睛学红血丝就行了。好累啊，小哥。快一点。八。他们在故意踏地是不是？九。十。迪哥的眼睛。迪哥，你是边转边吃饭了是吗？杨迪，你在演上一题吗？蔡琼玉，我觉得还是六五蔡什么？三快蔡出来！你看是谁？蔡来，谁？你是蔡蔡。到底是不是猜对了真正的体验者呢？恭喜猜对了！为什么？为什么？说出你们的理由，我装得不像吗？你是不是晕有一点？我觉得我还行，可是我很晕。我知道，你知道其实真正晕的是谁吗？我超晕的，因为负责转的是镜头。开始。他真的真源跟敬腾都演得好像，真源也很聪明，他就跟着向敬腾一直转。那我呢？我演的怎么样？你演的中毒。你演的是我刚才哈完之后，然后你的状态是吗？就你那会儿给我弄的，现在还在。你们有压力喽？他们猜对一题，好，现在到这边了，来，请注意下一题。是谁徒手劈了两块木板？
是谁在练铁砂掌？来，石头剪刀布，准备。石头剪刀布，来喽，请上道具。看他们手的这个，看手的这个红不红？对啊，红不红、啊？对吧？我有回血功能太强了的。回血，回血。他就直接变白了。是不是哇！谁没叫？谁没叫？哇哇啊！朗朗哥赶到了！哇哇！放心，绝对不是朗朗哥劈砖。好，赶快猜。可以看你们的手吗？不可以提要求啊！不可以提要求，光看表演就完了。我感觉好像还是小瓦哥，他们没有发出笑声，应该不是他们。哦，康哥，我是跟叶刚刚听的。我们试一下康康怎么样？康康，我觉得像康康。来吧，康康。到底是不是猜对了真正的体验者呢？错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不对。小丁，小丁，丁程鑫，漂亮！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蛙哥吧，蛙哥，蛙哥，蛙哥，漂亮！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勉哥，只能是勉哥了。你们好不尊重我，我很疼的。哇哇，这跳过我。哎，刚才其实他们已经漏了，因为王冕没有想到自己能劈开，他劈完了之后，除了他，所有人都哇。我就说谁没叫刚听。那这样。朗朗哥已经来了，然后呢，刚才呢，他还没有体验这个游戏啊，让他劈砖是吗？劈木，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想加一提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弟弟小丁和小张已经分别收到了我们的北电和中戏的录取通知书，祝贺祝贺。所以呢，我想要邀请我们时代少年团的四位，你们在这边。你们来表演，其他所有人在这边来猜。好，你们给一个答案，你们给一个答案，30秒钟，然后告诉我。好，好，请何莲。其实挺难的，这是其实有点运气用猜的。是谁倒立了30秒？玩这么大吗？开始挑战。30、29，加油！太假了，太假了！你到底怎么可能拿这么样？3、2、1，时间到。嘿，宋亚轩。来这招，你不是倒立，不是中毒，快猜！我觉得那个不敢把脸正向我们的嫌疑最大。刀中是小宋，小宋。宋亚轩，你在演什么？刚才有提到亚轩，因为他的脸不敢朝向对方，是不是？这是我觉得宋亚轩最聪明的一点，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倒下去把脸藏起来，就是为了避免让你们看出他的脸丝毫没有倒立的痕迹。剑宗，丁丁，丁丁，
他出血是吗？好，那么到底是谁呢？就是丁程杰，厉害。因为他的眼睛是那种很肿的那一种，眼睛是很肿的。好，来，破。你们要憋住呼吸，脸才会红，不然他脸一定是红的。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啊，来，请何莲。是谁蛙跳二十次呢？哦，蛙跳，蛙跳，石头剪刀。预备，开始跳啊！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这个重量，十一，重量，十二，这个台都在震。十九，二十，准备。哇！我的妈呀！能不能好了？你们团的体力不至于如此吧？宋亚轩，你藏脸，你不要藏在张周云屁股后面。好，抓紧时间。刘耀文，就是刘耀文，他的项链到这儿上面了。我觉得耀文跟丁程鑫都像，两个都在喘气，这两个在打烟幕的烟幕弹的。对，时间到，来给我答案，是谁？小丁，丁程鑫，刘耀文。好，刘耀文，丁程鑫。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张真源。这伪装太好了，没有，有时候太浮夸可以伪装很多事。我刚才特别怕你们看我手里的麦克风。你们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只有他手里没有麦克风，其他三个都拿着在那演。但是他们好聪明啊，丁程鑫为了可以有一些运动的感觉，他就疯狂在旁边做俯卧撑。耀文是一直做这个马步。只有一个人什么事儿没干。不，他有在想待会儿怎么倒得帅一点，结果倒到人家屁股后面去了。好，那么最后呢，两队打成了平局，祝贺大家。小敏，你渴不渴呀？渴呀，太渴了。我拿一杯 Miko， 是喝起来比线条水果茶还好喝的 Miko 果汁茶吗？那当然了，就是那个又好喝又健康，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的。来，干杯。所以我 Q 了这个植物，但是我喝不上，是吗？我没动。哎，你这个是冰的吗？冰的更好喝。干杯、okay、干杯。好，下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盲盒呢？接下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们一个全新的盲盒了。因为我们的时光电视台已经播出之后呢，受到了我们江湖中人的广泛关注，而今天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环节，我们为各大江湖人士特别开辟了点歌通道，各路大侠纷纷为亲朋好友送上了祝福，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歌台，我是您的 DJ 囧佳佳。我是 A 丫丫。时光点歌台，好歌排成排，音乐治愈我们的内心，也把我们带向更好的旅途。因为有爱，所以向前出发吧。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位听众的来信，这位是来自峨眉山的周小姐，
想给自己的师父点上一首合适的成名曲。囧佳佳，我觉得一首《姐就是女王》非常的适合周小姐的师父灭绝师太，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我记得这个 MV 的主角就是灭绝师太呀，你看这个气场，不愧是峨眉派女王，周小姐对师父有心了。我们下一首点歌的人可算是吃够了感情的苦。是的，这位叫做润玉的朋友想要为自己点歌。润玉说，我这一生所求不多，只要锦觅每日多爱我一点点。只要能与你携手一生，即便是让我放弃天地的位置，我也心甘情愿。好啊，来看下一位名叫重楼的朋友，也是为自己点的歌。是的，他来信说，哎，子轩，他偷走了我的心，但却是为了他爱的人，对他我真的束手无策。你吻我好像就能明白。明白了又怎样？我绝不可能爱你。你真的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是绝无可能。我们重楼太情深了，这首歌我给你点定了。哦，还有一位朋友有坦之，好像和我们前两位朋友的苦恼一样，也是爱而不得。你不叫铁丑，你叫有坦之。你那对我好忠心的是我的好奴才了啊！多谢姑娘。这三位听友因为节目时长有限，你们就别单点了，一首失恋阵线联盟送给你们仨。友情提醒，这首歌我们还会以两倍速来播放，因为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时光点歌台。是的，欢迎大家多多点歌，多多参与。我是 DJ， 哎呦呦，我是 DJ 囧佳佳，我们有缘再见。我是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蜜谷果汁茶，喝出线条水果茶味。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哔哩哔哩，上 B 站边玩边学，学习使你快乐。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待会儿见。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杜小满金融冠名播出的夏日少年派，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马上下载，立享低息。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蜜谷果汁茶，喝出线条水果茶味。我是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哔哩哔哩，上 B 站边玩边学，学习使你快乐。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我们强烈推荐的最后一个盲盒，请开盒。开盒，开盒。我们最后这个盲盒已经打开了，这个盲盒叫做是谁在敲打我枪。好，来了，今天呢我们规则升级了，是谁在敲打我墙。规则，每队派出一名队员上墙，两队轮流抢夺的撞墙者卡片进行排兵布阵，选择撞墙者冲撞对面高墙，哪队的墙面坚持到最后没有倒塌则该队获胜。两队均有一次补三块砖的机会，请大家在合适的时机使用。那现在首先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先抽，可以吗？好，来来，两队派代表石头剪刀布。好，那我们先抽了啊，来吧，那我们就抽士兵突击。嘿，嘿，士兵突击，士兵突击，哇哇哇哇，嘿。哇，这个强，这个强，哎，哇，够了，够了，够了。我觉得弟弟的表情不是很好，那有种很累的感觉，因为他看到十八铜人和士兵突击都在我们这儿。你们俩是针对我的。好，下面到谁，小蛙哥这蓝忘机，指定一下再来一次，这个特别好。哇，这个好，这特别好。王牌，王牌。现在首先是紫队先来派出你们的卡牌，这几个你觉得？朗朗哥，你别乱出牌哦。就是那个龙门镖局吧。龙门镖局，请开盒。哇，这么多人！哎呀，误会了，不用拿那么多，够了够了，哥哥姐姐，够了够了。现在看起来好像镜腾那边没有人来过，好像到你们了，你们派什么？本来我们想说一来就士兵突击快速结束，算了，我们先温柔一点。那我们试一下烤地瓜，如果是他推那个烤地瓜的车啊，那挺好，整个推出去。那个，喂，有没有感觉地在震？哇，我觉得可能是个大家伙，重低音的感觉。对，哇，啊，跟盒饭一样。领盒饭，领盒饭，用力一点，弟弟，使劲，使劲，哎哎哎哎哎，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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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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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摇摇欲坠。现在弟弟这个有点危险，因为他现在其实虽然看起来没有摇晃，但是他整个的，对，这里不太好，他的力已经是歪了。现在我们要赶快派点厉害的了哈。我觉得这个好像昨天上次有晃，这个不太行，不利啊，对，就是这种奇怪。朗哥，温柔一点，温柔一点。我们很温柔嘛，就是那个月光宝盒，感觉有点奇怪。月光宝盒。请开盒。哇，至尊宝，至尊宝，
哎呦呀呀呀！你在干什么？跳街舞吗？他为什么有一种很……你在干什么？月光宝盒，时光倒流，白龙不让你。什么？稳住，稳住，我们能赢。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时光倒流再来一次，不是应该还是撞子队吗？对呀、啊，我刚以为再撞一次子队呢。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给我们这带成这样了，也是有点危险啊。对啊，你们俩针对我的。我觉得弟弟这边有点危险了。这个我估计啊，如果是一个稍微有点进攻力的，这一下肯定会要掉一些。哪个？是心动啊！啊，来，是心动啊，请开盒。什么情况？哦，小鹿乱撞，心动。小鹿哦。小鹿，别乱撞，使劲撞，好不好？紫色，紫色，紫色，紫色啊！好，慢慢往下放，慢慢往下放。OK， 好，好，弟弟不许睡着啊！啊，不会的，不会的。我看你坐的还挺舒适的，好舒服、啊。你当那儿是你们家沙发吗？那个姿势，而且现在显得腿巨长。现在呢，子队已经处于劣势。现在到我们子队要出卡牌了，子队已经处于劣势，子队要派出哪一个呢？朗朗哥，你别乱出牌哦！我们准备放一次大招先，蓝忘机。朗哥看起来厉害的，通常都不厉害。蓝忘机，请开盒。是挖掘机啊，蓝挖机，好东西，好东西，能不能不要这样搞我们嘞？哇，这太厉害了吧！而且他还扮成了蓝忘机的样子。听好吧，加速，加速，加速！慢点，慢点，加速，加速，加速！稳住，我们能赢。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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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打平了！打平了，打平了，一模一样。这蓝忘机也太猛了吧！这什么蓝忘机是一个古人来开这个蓝忘机？你们有一个蓝忘机是一个角色？对，这是《陈情令》里面的角色叫蓝忘机，对。他刚才的扮相就是蓝忘机的扮相，应该是我们的设计导演是有点口音的，他哇机忘机是蓝忘机，说不清楚，蓝忘机，所以他的蓝忘机是个哇机。那现在到你们了，跟我们出，不想忍让了。
士兵突击，士兵突击，哇！不想忍让了，直接结束战斗。来，士兵突击，请开合。这个危险呐！哦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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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老朋友老朋友，又是你！哦，慢点慢点！哇，别哎，别啊别啊，慢点慢点！啊！别哎，别啊别啊！哎哎，危险呐！啊啊！你们这次在干有什么？我对你们很不满意，我对你们很失望，非常的不满意。是这，就这，太让人失望了，确实歪了。赶快你们出！他们选择指定蓝忘机再来一次。What? 因为我们实在太蓝忘太蓝忘让你们好好的来吧来吧，蓝忘机请开合。哇，别把人踩下去，不要踩到踩油门踩油门，加速加速加速，申请补砖，我们补砖，好，我们补砖，好，来，现在补砖，来，快上上上上上，杜小满借砖补墙。好，黄队请出卡牌。十八铜人直接结束战斗，好不好？十八铜人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对。哇！好吓人！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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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十八铜人，请开合。又是你。嗯。哎。十八小铜人，好可爱！哇帅，好，好棒！哇，真功夫，真功夫！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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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就这。紫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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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块打。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哇！站站站！啊！哇哇！就啊！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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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动了！哇！不要动！啊！是因为那个子队的那个结构歪了之后，对，要坐那边是吗？可以，对，我坐这边，你去吧，你去吧，过不去吧？就是，算了吧，结束了吧，结束，好有感觉，我个人认为结束了算了。刚刚那个画面好像自动放慢动作的感觉。好，祝贺萧敬腾顺利毕业。最后我们获胜的就是子队。我是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蜜谷果汁茶，喝出线条水果茶味。夏日少年派合作伙伴哔哩哔哩，上 B 站边玩边学，学习使你快乐。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
待会儿见。杜小满金融夏日少年派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杜小满金融冠名播出的夏日少年派，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马上下载立享低息。夏日少年派指定产品大力智能学习灯，培养自主好习惯。夏日少年派官方潮购平台小芒 APP， 上小芒买潮玩，购潮购好玩。来，我们恭喜最后是我们的刀中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呢刀中队可以抽取本期的盲盒奖励。一人一个吗？那么多啊，全部得抽出来。说是什么东西呢？棋玩你和一，你们正好五个人，一人拿一个亮给大家看一下。和一起玩，你和你一起玩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和老师一块玩。下一期我将会加入其中一个队，一起来玩。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哎，是很好。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们下一期的分队我还不知道，我会加入哪一队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愿意跟我一队，愿意跟我一队的人往前走一步，哇，都想要跟我一队呀！我真是太抢手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好，那今天的武林大会就结束了。我们夏日少年派争取在十年之后成为武林的第一门派，当然也希望大家不改少年初心，勇往直前，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赶快去下载杜小满金融 APP， 进入到夏日少年派专区参与活动，就有机会呢获得新人好礼。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上微博搜索夏日少年派，参与抽盲盒互动，获取夏日惊喜福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夏日少年派，惊喜你来派，更多未知的精彩尽在周五晚八点，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快让我的世界连同你的世界，和你一起做梦，走过非同一般的季节。进入我的世界，心就年轻一些，有时放松脚步，其实也是终点。快让我的世界连同你的世界，和你一起做梦，走过